今天我们来做贴纸拉链，见过用纸做的拉链吗？分享一款创意的贴纸拉链制作方法，准备一些拉链的图案。为了视频效果更好，这是我打印出来，同学们可以自己画。首先把纸上的拉链剪下来，大家可以做各种长度的，把它翻到背面，在中间画两条虚线，然后沿着虚线用刀刻一下，注意不要切断哦，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在虚线的两边外侧贴上双面胶，这样呢贴纸拉链就制作完成了，它可以用来做封口贴使用哦。下面我示范一种使用方法，这是一个我自制的信封，用来寄送明信片的，用拉链贴纸给它进行封口，贴上去蛮好看的，用手捏住拉链轻轻一拉就能打开，就像是在拉真正的拉链，非常的有趣好玩。关注我，每天带你做好玩的。